了，跳到海里，沉到水底去。海里安全的，我们快出去。他没有骗我。你们也在赌，那直升机呢？开飞机的什么？到底是干什么？也在赌？你有毛病啊！你这个人！哎，去死吧你们！停停停停停停！钱、跑车换你这辆摩托。不行，我现在要赶去顾客家里做美甲。喂，名贵跑车还做什么美甲？我再送一栋这样的大楼给你，价值几十个亿，好了吧？我能力有限，真的最后一口价了，100亿。喂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刘总，100亿在马路上泡个修指甲的妞，还泡不到。郑总，打死他！快一点！谁敢动他？先动我！别管他，照打！喂！你他妈疯了！真开枪！我送你回家。你们神经病啊！抓我！